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棋局呢，是首届世界最强棋士战决定赛的第一局，是由中国的芈玉婷九段对阵日本的 DeepZen Go。那么这个世界最强棋士决定战啊，是由4名选手参加的，由中国的芈玉婷、韩国的朴廷桓、日本的景山裕泰和 DeepZen Go，也就是现在很流行的这个电脑啊。那么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是刘晓光九段，刘老师您好。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啊，这个人机大战频频都这个现在显现。那么现在是日方举办了一个这一个新的比赛，最强棋士展，他叫它是中日韩选一个最强的，然后和日本一个叫DeepZen Go，Zen。就是这个，Zen 呢，它是日本的一个程序，就像那个AlphaGo 似的啊，没错，但是它呢，就是说可能还没有 AlphaGo 成熟，但是呢，它就是也想进入这个比赛，那么就选择别开生面的一个人机混合战，对，混合战，混合。那是，么现在那中间呢，它和中日韩3国最强的各下一局，对。我们的代表是芈玉婷。那么通过选拔出来的，那么这就看他们这盘棋下的怎么样啊？这盘棋是由芈玉芈玉婷婷执之黑黑，先行的，对，之白，对，好，他下的芈玉星婷，位，这个黑棋星位芈玉婷，然白后棋他下了这个是这个星，星，然后小小目，目，然后对芈玉婷大飞手脚。现在都喜欢大飞的对，这个觉得手那，小飞效率不够高，好对对像对，是，但是他是小飞的，他是个小飞，是，这日本的小飞居多啊。那么黑棋在这儿守一个，芈玉婷守一个，这个都是正常的很没错，啊。这个大众化的分头也是我觉得挺好，白棋分头，分头。这个很一普通，看般起来。我要选，我是走星位，走中间连一个呢，手脚我其实很犹豫，是，我有可能我下那个中间连一个还居多，但反正那个都下，但是呢分头是我认为是没问题的，挺好。他下这分头拆二，这是堂堂正正的走法，然后他是挂了一个啊，这都是太普通的下法，小飞，基本上叫做千篇一律的，大家的这么常规手段。下面这芈玉婷在走什么呢？他点一个，在这他儿。点一个，如果你要是比如说在这拆一个也很多，或者拆二、拆三、拆一个，拆一个，但是可能他怕白棋跳起来哈，对，但是先在这个地方点一个，你挡了我扣住你，压住你。现在白棋呢，他选择的是上面贴，他贴起了，他贴没在有这面，像普通的我们以他前是下的挡招这个法也挡扣，底下但是挡这个呢，他也是扣住，也是要压住，走上面。长一这个是常规手段，应该说，个，对，粘住，对，尖，这个不尖呢，不会被黑棋冲了断这个里对，面，那太厉害但所以呢，这个是先手，一般的是要走那个尖，这个呢，黑棋就算是便宜了。您觉得比起白棋挡底下盖出来这个变化怎么样？那样的结果的话，挡了盖过来，白棋一般挖粘挖然后粘长打吃是吧？这个应该说有利有弊，但是呢，目前的这个实践选择，我觉得白棋这个选择是不错我也比较赞同他这个想的。法。这个下法应该比单挡可能还不差，好一点也可能。那以后可能面对这个黑棋这种阵势，他再点的话，白棋贴起来的选择会多一些。不，他现在这个不是我们的模仿对象，好吧，他现在还比不上那个AlphaGo 是吧？AlphaGo。比不上那个 master 那个棋厉害，他这个招数，不足为奇，现在黑棋走这个，黑棋芈玉大婷走飞这个，飞回对，去，走这个，应该说是一个也算好点吧，对，是吧？这是很普通的布常阵见吧？行，常见是行，的，或者是你要么还有一种选择过去一路，但是这个可能会选择多一点，也许这个会多。下面这个棋啊，我觉得朕下的是一个挺好的棋，它是尖冲的，这个呢，这个尖冲一个，
用这个形式下，这个尖冲我觉得是不错。五路尖冲五是路吧？尖冲之前AlphaGo，啊也是尖冲，对，他们的这个电脑进入了之后啊，这个尖冲居然特别多。是吗？啊，你看 AlphaGo、Master 都是尖冲居多，什么小飞尖冲、那个手脚尖冲，这个它呢是常规是常用手段，很喜欢尖反冲，正比我们棋手啊，人类的下法偏爱尖冲。我们深思一下，觉得这个尖冲啊，可能跟这个布局大局啊、掌控啊，有关系。这个高者在辅，就是说是中间的控局特别难。没错，这个尖冲呢，恰恰对中间的控局啊，它有一种掌控力，它会用这个，电脑比我们用的好，所以那个尖冲现在有点流行，是，尖冲很流行。这个尖冲，一般以前五路尖冲都舍不得的，都觉得有点给，但是它这个大胆尖冲挺好，我觉得这个尖冲不错的，其实对于中央的掌控呢，换是一个。我觉得是人类比较薄弱的这一块儿，哎，这个对，环用节是虚拟的东西，它太不像虚那么了，实，对，好看得清。虚的东西特别难，最难的就是那个虚的掌控啊，怎么控大局，中间的转换定型特别重要。像这个尖冲挺好，跳一个，长，长，对，回了一下。这个是一个，它在这儿棋手一布阵呢，就把你中间的势力给控制住了，或者消掉了，这个尖冲它的效率就出来了，这个挺好的。然后，黑棋把这个3/3点了，因为这个厚了，哐哐哐竖起三个那个什么点3/3也是恰到好处啊。对，这个棋你白棋就不要搬下来，搬下来之后这个铁厚啊被它一飞啊，这个棋啊，有可能失控，就不是控要失去很多，对，并不好，不要往它墙上撞，这是一个比较是一般分寸比较常见的一个手段，这样交飞换了一差不多，它它过来飞了一下，这样呢就定型就差不多，对，黑棋呢他也说，我啊就这么你削了，我把三脚三点点了了，啊，也算可以，是，然后再拆一个，在这儿。但是这个拆它是个好地方，但是呢，这个棋啊，应该说事后觉得那个棋还是顶一个可能啊，比较稳妥。这个有不少人都是这么研究的，觉得这个拆顶一个是本手，顶在上面顶在上面，对，顶一个挺大的，挺确大的。实，因为你拆一个当然也很大，这个时候白棋它来反击，这个搬出阵了，呢搬出对，反击啊，的确是有令人担心的。你不走它反击，这个的确，而且反击好把你三颗子攻得厉害的时候啊，它这个本来薄。有可能，变厚了，对，有可对，能性质变了，薄变厚了。现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本来是本手是顶一个，顶一个呢，你可能跳了它再走，不走的它还有个连扳。现在你单走那个稍微勉强一点，米其林这个稍微勉强一点，它啪啪长下的，应该说到目前来说，白棋啊下的挺好的，我也觉得是，是吧？目前来说挺好。目前应该他没就可指责没什么啊，对，就是说，该强该硬这个分寸掌握的，我觉得是电脑厉害啊，没可错，以，我也是这么认你为这的，么认为？他跳一个是吧？这跳一个，这个黑棋必然要跳，对，到这个时候我白棋没什么，都是非常正，但是这个时候他走的什么？他靠了一个在这儿，这个你看。靠我觉得有点问题，哦，您觉得现在不应该有问靠题这了。儿吗？攻对方的时候不要贴子，你现在这个棋啊，都是还在进攻他黑棋四颗子的地方，就是这个是本手是应该这个棋应该飞一个，飞出。飞出是本手，而且不是正形，你这个也没到死的地方，这个白棋啊，你们这个不存在死活，自己有危险的时候再去靠，搭借力。你现在还攻着黑棋呢，一般说总是要单走，你借靠它容易把它靠墙了，让对方加强了。现在普通应该是黑棋跳，对吧？对，要出头，这要出头，是要常不然设。被这震过来，好像不，是或吗？者震或者飞一飞个，怎么着，飞一你这个，都是薄型。这个时候我看不见得走这个打入，我看也很厉害啊，打入，那边我要真给他担心上他点打招入。了，是吧？
那个地方还敞着呢。这个棋你要说，我觉得黑棋也很麻烦。这个地方你说你要是走什么，我常规手段啊，如果你走这个，他搬，那么断打长，那我粘了，你再走这个吧，我这一粘，你这三颗能活吗？不能，不能啊，很危险吧？不能，我觉得。立的就挡住这个棋，杀白棋可战呢。如果把你棋筋吃了，那这个你棋，还用跟我谈吗？这件事情。对呀、啊，你就死活白棋都没有死活问题。所以这个棋我怎么觉得这个打入很厉害呀？那么那怎么办？这个你要说，是吧？这打入黑棋走什么？黑棋是吧？现在白白棋棋打入打是吧？入你黑棋应该是尖普通吧？可能吧。尖一个普通，那再靠一个。如果你搬我这一虎，这样不是很能够有很能弹站性是吗？很能，吗？白棋很能站呢、啊。这样，黑棋怎么办？我觉得这样下比较普通，或者说你呀、啊、别搬，是吧？那就你就说退一个吧，是吧？退一个。那他长一个，脚上也大，我对，觉得这个也不至于死。我觉得这样下，黑棋可能会比较那个什么麻烦。我比觉得较麻烦是吧？白棋这么下，这个他没这么下啊。那我，看起来前面这个拆还真是一个问题手，所以说上担面白心，棋这个扳断太厉害了，对，好像，担心他扳断，对，这个棋形以后要小心，这不能乱拆，这上面是一个啊。戟锁，看起来，那扳断。么这个棋他走的什么呢？他是实战呢、啊，这个阵呢、啊，电脑啊，他是靠他的。靠的，我觉得我们的棋，人类理解的觉得叫格言。你攻击弱的的时时候候不不要要去贴着攻人对家方，而不要贴对方的棋子，这是过去教的，老师教的。你现在等于攻对方的，你还去靠他。但不是说每种情况下都适用，但是现但在是。你就可以，通常的这种就是压强不压弱啊，或者怎么七死八活，反正这都是格言。我们小时候学的，现在呢，他这个就有点违，不是我们的格言了。搬一搬一个，个他就长，长，这样呢，就是说你有可能给他送墙对，了，这样呢稍他微跳稍，了一下呢，哎对，本来是这个地方有打入。对，他不想打入，他，我觉得可能白棋这一直个都没我想总过觉得打入打的入问挺题，好，既然你这个跳，不，他是跳在这，跳一个这个地方，我怎么觉得这个棋跟黑棋连起来啊，总觉得是有点那个什么了，是吧？他跳了一跳下，在这儿，对，跳这个，这个有点亏，觉得 把这没有库打给进黑去是吧？棋。有点心疼，心疼，我是觉得这个空送给黑棋总是白棋，有点心疼的，不肯。那么他就都大方的给对方了，他贴一个，贴一个，他长，长，对，虎虎一一个，个，哎，这个棋等于是你的往外走之后自己还补了，没错，这黑棋这个大飞脚现黑在棋这看个起来越退来很越好，薄了。对，黑棋这个退就都好棋，不是不单打好啊，现退在一个想单，煎一个。挺好，这个黑棋啊。那顺势补上，我觉得也不错啊。现在白棋靠下去靠了，下来，对，断，断，常规手段，正白心，棋打。然后顺便把黑棋给断开。这个交换了，应该说倒是白棋把它打穿了，但是总的来说，那个角啊，它也很实在啊，那活得比较清楚，但是黑棋这颗子的位置，差点儿。确实，是不是差一点你搁啊？在人家这个旁边，人打吃的特别厚的地方，你这将来这个子还能自己很无聊的得跑回去，也可能这个地方形状就是形状啊，看起来觉得这个地方好像欠一手，是啊。应该说，补一个小尖呢，或者是补一个跳啊，或者差不多，可能这个时候本手是不是补一个也是可以考虑，尖一个。或这者个，跳一个，跳一个，对，差不多，走这个吧，反正这也可以考虑。有点难受，下的不太舒服。这个也可以考虑，但是他是没那么下，他是黑棋啊，
哎，米亦廷啊，嗯，我们的米亦廷他是他弯了一个，弯了一个，这个形状是不是好些？本来它有冲断的问题，对，哎，薄的问题，它这个空都是比较虚，它就这个走后了说借攻你这个你都不敢进来，对，这是哎侯一个有相当的价值，对，他主要还是看着白棋这块棋的薄稳，薄对。结果呢，这个棋白棋不理了，脱先了，走这个。对，这个飞是个好形状，本来你的要补的，他不补了，他这那我就干脆给你飞断了。嗯，这飞一个呢，你要跟着走，那就走哪儿都不是了，不能黑棋不能理了，不能走了。那既然你这个飞出来了，那我就是说我那个力啊，我得发挥作用了，继续贯彻我这个贯彻我的意图，嗯，是吧？继续要这个要发挥作用，他就挡住这个。他吃的这个沾上，对，因为这不能被黑白棋打穿。哎，对对 对, 对，你吃两个绝对是得不偿失。现在就是白棋要这个还是要那个？嗯，他选择的是要这个，因为你沾了被我吃通了。对，那就不行，他要这个跳一个。好，那么给这个提可以挡住，再提还可以。他等于是让黑棋连提两个，他反正白棋也联络了。白黑棋是不是便宜呢？这个棋可能这样定型也差不多，我觉得，你觉得呢？我比较赞成白棋的下法，我觉得白棋整体来说可能是前面扳断的关系，我觉得白棋还不错。白棋还可以整体啊、哦，因为这个子太孤单了，将来这个肯定是要受攻的。那你说白棋、黑棋哪里的可指责呢？那就是不要被扳断。扳断，我只能说白棋确实下的比较好。白棋下的比较好。下的比较好。对，但是我觉得应该说也还行，啊，但局面也还早，当然也不至于就定局了。耗了半天，嗯，这个棋从全局来说黑的也行，他攻这个呢，攻这个棋呢，嗯，他是在这地方震了太香，仍然是一局难解的之局，嗯，哎，攻你这个棋，黑棋要求保持攻势，对，保持攻势，嗯，这个进攻呢，中间这个棋有点薄，对，薄。他现在飞了一个，飞这个好，压一个，长，然后飞一个。这个棋，它这里有冲断的，对，马上就要冲过来了，所以他补了一个。不明白这些黑棋、白棋这几招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你在这搭房子等于是。黑棋跳一个。他是补着怕这个间断是吧？嗯。其实白棋。单扳断的话，也黑棋的眼位也很多，嗯，也很多，好像不怕，或者说这个棋能不能不走中间来先攻他一下，进攻一下、哦，这个跳不走，哎，对对对，哦，也是不是可以考虑啊？比如说中间在这个地方瞄虚一下，在哪个地方虚一下，在这个地方虚他一下，点他刺一下，哎。这个地方虚他一下，在中间那个地方不要补，别跳那一下，中间来进攻一下，嗯，来那个地方你断呢，可能我还可以扛一阵儿，你断我不是容易的，断完有可能自身有问题，那就是要战呗，战，那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比如说黑棋哪怕就在这个地方，嗯，走一手，就比如说这样，哎，对对对，这个就哪怕在这个地方飞一下，走一下，嗯，这个白棋很薄啊。对，有个间断之类的，间断等等，你这个地方眼位没有问题，你可能路只有给我开战，嗯，开战要这样，白棋我觉得有一定的危险呐、啊，嗯，我觉得有一定的危险，你的眼位在哪里，是吧？而且你的薄位都要显得出来，你就逼着你给我间断，大家作战。嗯，那样的黑棋也眼位啊，你那有个劫的问题，你这不容易杀我。嗯，哎，我这样是黑棋的，好像还可以。嗯，你听啊，哎，这样我觉得黑的可战。那么他去走的是他跳了一个跳一个跳一个的形状，以后人家一冲还是冲过来，这个冲一个你挡不住啊，有点讨厌。冲一个你的形状可就。无法抵挡，你肯定不能再花一手棋去接住、嗯，那也太缓了。哎，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形状有点问题，感觉，嗯，这有点问题。那甚至这个跳，所以说想在这儿反击，选一个点，嗯，这两个点呢选一个，
反击是比较好。那么跳完了之后，白棋呢，在这个地方压一个，是吧？嗯，退一个。总之呢，你送我空啊，我还高兴。可能走这个是吧？他觉得这样，这个其实点虽然是搭房子，也不得已。你在这个地方能够搭房子，做出眼，算活了，也算安心了。其实黑棋还是有机会，这个呢也有机会来。不管怎么说，成了空了，还算满意吧？对，还算满意。现在这个棋，现在黑棋靠上去了。这个棋，这靠一个是不是一定要这么下吗？他如果不下的话，他可能是不是担心白棋会成空呢？跳一个成空啊，对吧？但是我这个中间，我很想再继续能走个先手，再进攻他一下。哎，对，很想走。我有两个点选，一个是尖，一个是点刺，我很想走这两个点。我总觉得这个棋我，你这白棋就算好了是吧？哎，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比如说我刺你一个，嗯，哎，一个总想在这个地方来继续，刺也很大，这如果连着空了，对，是吧？哎，就这一类的刺你一个，嗯，或者说我这个，或者说我这个棋啊，我在这个地方尖你一个，嗯，嗯，也是可以考虑，是吧？都可行，哎。我觉得这样先把控护一下，这两个点我想在这个地方再继续走一下。嗯，哎，他没有往这个地方走，因为我想在这个地方冲击他的薄位，在这个地方还能便宜一下。这迷行没这么下，他是靠了一个，他选择这个地方，就是在中盘的时候啊，在这个地方定型啊，嗯，其实是电脑的强项，就这一类的地方，电脑特别强，尤其那个 master， 嗯，哎，就这一类的。就在人类当中，如果在定型和收束方面特别强，他绝对是一个一流高手了。据我所知，我们的陈耀烨在这方面就定型，对于形状他是特别敏感的，所以他有一阵儿就排名第一，他特别厉害。哦，所以电脑在这方面特别强，可能我们人类就要向他多学习。所以你如果像这一类的地方，哎，看他的棋谱啊，的确能学东西。哎，这一类的定型就在现在选择。现在有多种的选择，最后黑棋是选择能靠一个，他靠了这个。哎，我怎么觉得这个地方第一感是打入啊？嗯，哎，靠一个，所以他靠上去的时候，我感觉好像黑棋是不是对于自己形势不是太自信？嗯，他的选择，哎，这个他是在这个找一个头绪，嗯，找个头绪，这个地方他是。选择特别多的时候迷茫了，嗯，哎，找一个头绪，我也经常在选择的时候，这是最难的。对对，就是不知道怎么选，不知道怎么选择，这需要常考了。这个地方，他靠在这儿，想看看你的应手。对，那么你要往下立或者往上长，是都有，都是有。那么往上搬我就退，他是搬的这个。对，他下这个。那么接下来黑棋这个形状到底应该怎么继续？好，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继续欣赏。好，欢迎回来。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呢是首届最强棋士决定战第一局，由中国的芈昱婷对阵这个 Deep Zen Go， 也就是电脑。刚才呢和刘老师为大家讲解到这儿，白棋刚刚在底下搬了一个。对。那么按照正常的思路呢，黑棋这棋应该是要连扳的。必须要连扳，这个观察的意图了，是吧？对。那么这个时候呢，本来打入你尖的我不会几下，但是呢这个。连着靠了连扳呢，必然是，那白棋来说必然是这样了，他给你，他就不会粘了，他就给你打吃打吃了，嗯，哎，你要一立他一挡，这个棋黑棋不好下，所以呢，这样自私了，多数是要走这个，再打上去，哎，打了你要粘上他就给你争了，哎之类的啊，对，这个棋呢现在有点变化多了，因为那个劫材是打还是粘。现在黑棋在这个时候，他先走了，白棋再先要一个，对，等于是观察。你如果挡的话，搬起来这个棋，如果有多数利用的话，它有个粘呢，它就不一样了。嗯，或者还有可能开劫。如果你往上长，它真的有个开劫，拿这个做劫材，拐下劫材。他走的什么呢？提劫，直接提劫了，他都不理你了。对，白棋就各走各的了，这样等着一个一个转换了。
其实，如果说这劫现在算黑棋粘上的话，那对，白棋挺合适，因为白棋这儿省出了一手棋，它搁到那儿去了。啊，对，如果啊，你它粘，没有直接开劫。它对它是的。那个变成了一个哎，大家都不直接开劫这样的棋，这个就也比较有弹性或者比较复杂性多了。哎，现在黑棋呢也是走什么呢？他这个时候又脱线，在那儿碰了一个。本来我是想觉得你应该点过，我倒觉得这个棋应该吓走。得让人有点眼花缭乱如果我碰一个好玩，我觉得这个很大。的。他碰了一个，搬，搬，他搬连起搬，来迷腾连搬，这个地方呢，是了也缓冲了你这个冲。本来这个白棋这个冲啊是相当有利的一步棋，对。这样我这一靠呢，你再冲啊就不一样了，就把你那个缓掉了。这个也是个好棋，黑棋这个选择也是对的，没挺好。错。本来我觉得这应该这面大，这个地方呢等于缓冲你呢，因为他另外那张嘛考虑，从那个角度考虑。哎，然后白棋这个时候呢，他他把是这个先打吃了。打掉，对，这这个个是劫打，先。本来我粘的，你一爬我一打一粘，这黑棋杀不掉。如果对。你再脱线，我这一粘这个角就死了。所以这个黑棋必须得他这过。等于先手，啊，这是先哎，手。对。对，他的连走三手之后是个成了一个绝对先手，没那么这错，个他就定型了。下面呢，白棋打吃，打吃，立，然在后那儿挡定住，型。哎，黑棋是不是退的？尝一个，长一个，长一个。那这个时候白棋就不吃了，他脱先了。他本靠来反，想那个地方找个先手，结果他这招棋我觉得特别大，特别大，因为这个棋还有你的生路的问题。刘老师之前就强调，这黑棋那儿怎么没有点刺一对呀，下，我或者很是想想在这先一点下，一个，这个你地老不方，走，哎，点了等于连片都是空了，而且还对他有所威胁。这个让白棋下来，我怎么觉得是全盘最大、最关键的地方？黑棋怎么没有机会在这个地方给走掉？先走一下，现在走就不一样，现在他是走的这个，尝它尖下去他尖下来，尖下来之后啊，一个是威胁这个黑棋了，对。了，这个棋呢，这个地方有点让我有点觉得替这个黑棋担心。黑棋现在这四个子呢已经被断在外面了，所以对，他要考虑往回连的问题。他先立一立一个，下，是对方应手，对，是对方应手，看看你是挡下来还是不挡下来。他是没挡，他直接虎了一虎个，了一个，就对虎一个，留一个后门，他可以跳啊。哎，过。这个棋虎一个有一个毛病，就是黑棋有可能他这一跳啊，他连回家了。过了。这个他可能没有注意，还是怎么着？然后黑棋再贴回去，贴回来，白棋提了一下。但是不管怎么说，你这儿多走了一手棋。对，他必须得赶紧自己我连一觉个，得这个地方还是黑的稍微亏了一点，亏了我一感点的觉感白觉。棋好像赚了。他这个下来了，那对跟呀，那不一样。木都被破掉了。对，然后黑提，棋冲，冲，那得挡，挡这住，先手，他又再冲，冲，再挡挡，住，对。打吃，接上，打吃。这是，呵，这劫财先都走光都了，走光了。然后再提回来。他可能觉得走之后脚上如果先一动手，他有可能走不着，对，也有可能。现在再提劫，围绕那个劫开始争。然后白棋呢？白棋是走什么？白棋啊，白棋是把那个吃掉。现在白棋挤了一挤个，了一个。挤哦，这个，挤这个，在这儿，挤这个，这个里有断。对，白黑棋就把这个粘着，紧着一气，紧着一气。紧着一气，接下来就可以有冲了，对这对官对司不对对对，同了，但是这个时候生出一个，脚上有个夹。他在这个地方升棋，那是不是粘哪个好的问题啊？现在他是这个棋应在这里，这个应在这里呢，脚上是没棋了。你但说是被尖我先手粘上，打罢了，脚上是不活的。这个对，杀这个是他们这都有一套，不会有问题。他是，但是他把这个抓了先手，是这样走的，对是吧？的，走成这样，那就各所取所需，这个大家就这样和平解决了。白棋把那个吃掉，吃了。那个是本来就遗留下，在靠之前那个就是很大的一步棋。白棋也不跟你打劫了，他觉得这个劫也无所谓。那打劫要费好几手劫，他也不提了吗？这对个时呀、候该黑棋了，是吧？啊。该黑棋。此前他白棋跳了一下，我们这次序摆的有点问题白棋啊，哈。
在这个打靶之前，对，他打靶之前，他是先跳了一下白对，先棋，跳，在这个地方跳一个，对吧？白棋跳了一下，嗯，然对，后黑棋接上了，对，黑棋粘接上，上，然后他再走那一走这串个，的粘着走着打靶，然打后黑靶，棋，黑棋走这个，然后，黑棋，不，这个时候嗯，是该。现在该黑棋，该黑棋，就是打靶，黑棋哎，加了黑一棋个，加了一个，对，然后白棋把这个打掉，打是这掉，样交换，这样交换成这样，下成这样了现在。嗯，然后黑棋加一个，这个是好手，啊，这个是个对，局部的好手，收目，收目，嗯，哎，你现在如果粘它一粒，就麻烦了，对，是吧？不能往上粘，上粘它一往下粒，嗯，哎，所以呢，最实惠的是往下扳，给了，然后只再能打定型十，成这样。对，这样呢，就是但是黑棋在中央围控了，嗯，这就是这么个转换了。对，一现在他是还跳了再一往个。前跳，嘿，这个再往前跳，哎，这个棋呢，它靠一个，靠，它不怕不具配这个不怕这个断，对，现在它有一底个下有个跳，过的，哎，你看它这个。弹一个，它就他过就了，过了，这个棋很有意思。你看他这冲了冲了，他就你提了他打二还一，那你这个靠也不靠了，被他争掉了是吧？打一冲一拐就吃掉，他对。这冲只能这样。那这样应该说黑的反正虽然是一路，但是呢不怕，反正我过了。你这个这都是你的，对不对，对？然后哎，他还去打了两下，扑了一扑下。一个是作何感想？这个呢，就是可能是电脑特有的，就是如果是人类，这只两能个解劫释财不为是就打没了将，吗？对，只能解释为打将。不但明是白。电脑呢，它总是喜欢把能下的能交换的先走掉，这样对于它的计算来说，它每一步的计算可以小很多，不明白。少很多。他在这儿冲一下是吧？嗯，冲，把这个定型成这样。挡住，嗯。然后打吃。粘上，再刺跳一个，刺先一手，下，接对。上，这儿又冲一下，这儿也冲一下，反正哦。是不是各种冲都冲掉，走反正掉，就是这都定型对了，这都各是种冲，常见，是不是尝一个然后这把个？这个打吃了，然后又哦，尝一个，这个呢，白棋也嗯，围了一个小阁楼，算是那个时候不走，的确 嗯，要被他这冲击很大，这个本身也很大，对，这地上等于是各自围了一个，这儿围了一下，黑棋围了一下，应该说也是尝，现在就等于收官了，要收控，收控了，是主要吧？看收目。现在黑棋是不是在这儿冲一下？对，这个冲是全盘最大的地方这个是个好手，了。嗯，因为你打吃我这一场，你不好办，麻烦了。现在白棋不好应。这个好像这局部是十目，我数了一对，下。这个冲一个让白棋不太好应。现在已经找不出十目的大官对司，了，这个再退一个没尝有一办个法啊，把这个吃了吧，把这个冲吃了。吃了特别大。对。对，这吃了很大。这个把最大的给抢了，白嗯，棋呢？是不是只有那个大了吧？现在只有爬回只有来了那个吧？大了，只有那个大，好像没有再比那个大的了。现在黑棋打这打个，他吃，是不是应该冲一个？哎，先冲这个吗？哎，对，先，先冲这个，然后再打这个。您是说，对对，不，直接就冲这个吧，单冲直，一哎，个？单冲一个是不是大一些？单冲一个，那他如果挡不住的话，那只能提掉，因为挡住被打吃怎么办呢？对对对对对，这个是好像是其实是是，挡不住的感觉。应该是，应该是，我觉得他是先打那个，先打了一下，对，他先打的。嗯，打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亏啊？他走这个打一有可能，个，打哎，吃然粘后他上，然冲后这个，他冲的这对，个。他想那要想要这个，这个呢，你如果挡他一挖，你不好办，是吧？他就挡这面，挡这儿，所只以能他挡到这儿，挡这儿。但是挡这个呢，他紧了他的一气啊，也少了一米。没错，黑哎，棋冲一冲一个，个，这被他那面又断了，然后白棋断了一断下，了。哎，这个打包的吃，先手，打吃，提掉，他们这都个时候觉得很奇怪，啊，这个时候他是他飞先，在那面，他飞，对小对，飞，他把嗯，这个先走掉，这个也没什么好说的，对，这个先手官子嘛，官子，但是对。接下来这步棋就是。蒂布森够，这是一个明显的失误。嗯，我们看看，他走的这个，打吃接上，交换了一下，这白亏了一目，白白亏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棋形，如果说他不走，白棋单挤团先这手，个，单团这个，
我可以不打这一下，我可以先扑扑一个，啊。他不会这个吗？对应呀，该但是会他这个。不会吗？这个地方是先手不走的 话，我这就一觉得扑很就，意哎，这外。一扑就出棋了，是啊，是吧？如果他不应的这话，这一扑你扑没法抵已挡经了，完了，而且这就出棋了。个就出棋了。这个一嗯。扑啊，是个好棋。如果你先打一下再走，他这个电脑怎么会连白这损个？一目，这可能他没有什么目数的概念，估计。不明白，这个不明白，这个就上真的是，我觉得，这我要看他这个水平啊，我们真的是有信心。就我们要输给他，觉得挺不应该的，是不行，吗？真的是，原来这个人工智能，这个我觉得他这个是还是比较处于比较低级的阶段，虽然他进步以后很快，但是对。现在这个是我们可以来。这个批评他说是这个我们看得很清楚，是一个失误。你明显的失误，白白亏的这一他这幕，个不白像那亏的。个 master 的那个故意让，Master 他是觉得自己已经赢了，我这里退两目没关他系。经常退很多。我就是觉得我这棋只要照着最安全的赢法就行了。对，他这是个呢的。不是故意的，因为他明输他了。没赢这棋。他要赢了，那我可能怀疑他是故意的，但是他没赢。他这个棋他是单打了一下，他这个打次是明显失误，失误，明对，显的失误。这个棋，你再走他脱先了，对，你再走他不赢了，你再扑他长了，你再扑是扑不着的，人家对，长一个，打了他粘上，这个也跑不掉，所以这个棋是明显的亏的。好，他说亏了一目啊，对，这不可理解，还损了一个劫财，然后他就开始收官，他这把这米其下林就打掉高兴了。了，本来是。那这差一目，至少是就跟胜负就不一样了嘛。对，原来可能是半目，现在最后一目半可能啊。没错，现在白他棋收贴了官，一个白棋贴在贴一那个儿，大，对，贴一个大。这个正呢，其实以前他就参加过这个计算机大赛，然后成绩还不错，虽然说上一届去年2016年呢，他是输给了那个石子旋风，最后没有拿到冠军，但是大家都认为这正的水平，那在计算机当中应该是算高的。当然，后来这个 AlphaGo 的横空出世就让我们对计算机是完全改观了。然后这个由于这个 AlphaGo 的带动呢，所有的计算机好像这一夜之间就变得特别厉害了，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他们在某一方面有一些突破性的进展，所以他现在。虽然说我们看着他的水平，就后面这个官子有失误，但是他已经到这种水平已经很不容易，因为之前都是上好几个的水平了，都是，是这样，那这么接下是来这棋怎么收官啊？这是很白重要棋，的一件这一事，贴是吧？对，黑棋就是现在都是小官子了，小官子，黑棋先拐冲了一下，中间，拐冲，对，挡住，挡住。然后然后把这个飞了，飞一个，对，白棋贴了一个，贴住，白棋贴住，对，现在收官，虎一个。虎一个，挡挡住，住，再还团一个，一个，对，这个因为局面很细微，非所常以说细微，这个后面的官子一目两目的，你都得给人家绷住走了，一个，这是特别关断，键，走这个，是，然后再粘上，白棋对，粘住，现在下成这样，像这样，然后这个黑棋交黑换了一下啊，冲掉，冲掉，对，对，把这个走掉，粘然上，后把这个退掉，退回来，退回来，那收官，这个都。也应该说没啥毛病，都没是很错，正确的选择。然后把白棋把那个挤住，是吧？挤挤一住，个，对。这个地方刘老师，那白棋能不能爬一个收官呢？我就想着，爬一个，他可能怕他可团能一个，怕会团住，团团吗？住，团住。团一个的话，如果说是这样，他打吃，接上，这是一粘上。啊，这个比起单挤来，您觉得怎么样？这里黑棋少了两目，但对，是白棋也少了两目，对，但是这儿少一多打一个。吃是吗？这个真的是一个，你可以那个什么，这不要去团单退单退是啊，吧？单退可能对，单退好单一些。退白的比实战不差，好像单退，如果说这样，因为这棋很细微，所单以退每一嘛，个细节你都要抠住，把每一目都要撑住。单退你这个你也会退，他大概对退一吧？个。等于这个我两个这个我交换是亏的，你那是两目半了，我这个才先手一目，那个稍微这个白棋俩交亏的，这样可能好一些。这样是一您觉个得比实战好一些吗？比会。实战不差，这个这也只是微细的很细，不会差一目。这个地方
可能或者是几分之几的差别。对，那刚才这儿白棋白损了一目，对，但这样的话有可能会对白棋这样可能后面的结果会有造成一定的差距。差距啊，那白棋是挤那个，它不是这样收的。对，它是挤的。白棋实战收的是挤，单几挤个，这个。对。对，这个白棋官子，我怎么觉得是亏了？我觉得他好像是亏这个是亏，那个也是亏一点。就按理说，我们之前对 AlphaGo 的，打一个。就是他的官子基本上是没有失误的，就是说在如果说在棋局特别绷得特别紧的情况下，他没有失误，好像。我怎么觉得他绷得紧的很少？因为就是在官子之前就已经取得很大优势了，是吗？他那六是十这个意思斤，吗？我还没发现绷得很紧，都是他在后面优势很大了，优就是势大了的让。哎，他故意，我只能理解为他故意出错。哎，这是我研究他的这个，但是之不前像他这跟李世石下的五番棋当中，个。他的后半盘特别那强是大。Master，那是 AlphaGo，对AlphaGo，AlphaGo，那个比 Master 还是有距离。对，哎，那个新出来那个 Master 比太厉害 AlphaGo 了，已是吧？经好很多了，厉害很虽然多。它只升级一代，那好很多。就他们的说法，说是，就是现在的 Master 可以让当年，也不是当年，就当初跟李世石下五番棋的时候让四个，这我有点不能相信。我觉得这这能个有让点他多，四这个，个有点真的吗？这是，不，这个是不知道让我谁说太的，吃惊了，这简直是，那也有可能有过分的吹嘘有之点夸嫌，张吗？有点夸张是，可能，但是厉害是肯定厉害的，确实，但是比这个肯定厉害，这个日本这个还是有距离，对。那须有距离，这个他这个远比我想象的要差，对，而且就是芈雨婷也跟 Master 下过，可以说很惨，不，他们那个都下了，都不行，就根本就是差距很大的。是，现现在在白这是棋把小这官个子提了，掉了，小官子，对，提提掉。掉，然后呢，这个就开始来最后的收数，什么还有地方特别明显的黑棋搬了一啊，个，这个是搬一个，四目啊，四目，对。搬一个大，对，就到小关子的没时有候比呢，四目大的了。对，小关子的时候，我们尽量把每一个关子都要算清楚它的目数，到底是几目，你把它数清楚，这样就好收了。对，这是基本功，常用的四目棋。没错。然后黑棋把这个，现在该就白铺棋一个是嘛，吧？该白棋，白对，棋，白现棋。在该白棋，白棋白把这个冲了吧。冲掉，这都是先手。还有那个劫的问题。哎呀，这个的确是这后面的官子啊，都是虽然跟胜负可能基本上是没什么关系，但是这个立一个吧。他把这个断了，断了啊，这个，接上，然后再贴了一个，他粘上，他是哦，这样这收样的，收他也没有去跟他提劫了，的，再，对，然后再把这个眼做上，坐上，这个挤一个是两目对，坐上那个眼，然后这个铺一个，现在是黑对，棋铺的，现在黑棋铺一铺下，一个，对，然后白棋把这个立了，立是先手，啊。所以刚才我为什么说他这个挤了打吃，因为他对，被人家铺一个，里面铺还一要个补这一个棋目，以啊，后，以后这得补一个，这对，儿有将个来是要托，补一目的，这补一步，黑棋有一个托的手段，都紧上气之没后啊，错，你的自身的白棋的填一目补一个，所以他这个爬是不成立的，不能对，爬，以这个后，小官子也将是一个来，区别啊，现在那就越来越少了，这个有目的棋，没错。这个还有一个，这个也不小，看二连，他是，该现这在是他个提黑掉了，黑棋。棋把这个团住，团住，现在这个最大了，对，那打一下，对，打一打下，吃，在这个，然后白棋把这个团住，是吧？这个对，不小，团住，就没有再大的了，这个比这个大的，然后白棋就收束，黑棋弯了一个，黑棋弯，对，哦，团住，先手，他冲了这个，冲了，他也不挡了，他粘住着吧，粘没住。错，他粘这粘个这个吧，这个一样，都都是一样，都一一样，收一目，反正冲你就再都团没什么，住对，没区别。没有区别，这都是没有了。黑棋黑棋把该冲的都冲了呗，啊，这冲个掉，冲了，冲了，这儿然冲掉，后这个也断了，断了，好，这儿冲掉，这个冲了，是吧？然后这个把它尖了，小尖。尖接掉，住，好。然后这个也把它走了，先手一目都走掉。
都走掉。这就然后它是弯了一个，这是最后这个木数了吧？没有木了吗？这都没什么木了啊。这个还有中间还有这个，就按照正常的说法，就是最后呢，这里应该是这哎，是一人一木，反对正他，如果白棋粘这个，他就冲这个，对他就是等于是白棋走这个，等他于就这样挖一个挖啊。这他如挖果这是样，这样，哎对，他如对果是这样，就这样然后地形。他把这个搬了，这是最后有木嗯的不，地这方。个黑棋搬的，哎，对，我就说，如果说正走常，那个，然后黑棋打吃，对对但对，是这个劫呢，白棋打不赢，嗯。黑棋的劫材比白棋多，啊，黑棋把这个打了，应该是。我们把那个次序摆清楚。假如说是像刚才这样摆的话，黑棋打吃呢，白棋这个劫是打不赢的。最白棋因为后，不能粘上，粘上就对，会拖啊，对。最后呢，这个黑棋如果说正常收下去，黑棋将以半目取胜，把哦，这个正打常掉了。收是半目，半对，目，也就是盘面八目。盘面八目，那他又损了一下是他也不是损了一下，他是下了个什么呢？他是去这儿走了一下，他团了一个。哦，团了一下。他反正是最后这个劫他也打不赢，这儿是一人一木，啊，区别不是很大。他挖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铺了一下，他这觉得可能是这算错的一种下法，是不是有这个意思？尝一个，其实刚才不打这个明明是可以团到的，对，这个很对，奇怪。然后他打吃打吃。啊，接上，他把这个打了，粘上，他做个眼，这他把这个搬个，了。这个打过了，然后白棋把该走的走了，他断一个，对，都走掉了，啊，粘回去。对，那白棋怎么还在这儿走了几下对呀，啊？白棋如果正常，他，啊，他得往回缩一个嘛，对。人家打吃他粘上，他这刚才不是这儿已经对，他是在那儿团了一个，他这儿少了一目吗？对，所以他还是盘八，所以说，这个哎，走成这样，对，这这个走掉了，走掉了，对，打掉，最后还是盘八的结局，所以说呢。白棋就爬了一下，最后白，是这样的，然后他点了一个，黑棋提了一下，他粘了一下，他他走爬，爬，再哎，搬，对，然黑后。棋，他是爬的这个，爬，对，然后他搬一个，又跟他交换一下，然后其再，实毫无意义，那不是损一目吗？这不是，对，这白损了一目，白所以损了这就个干脆就不下了。本来是这个多填一目，这是，哎，本来是也输了，对，是吧？现在多输一目，那把但那个踢掉了，他这样他就不收了。他说他中认盘输认了，输因了，为你自填了一目，啊，对，自这填一肯目，定是是不吧？够了，因为他这个操作者。哎，觉得你这个到最后乱下了，不合常理了，他干脆就认输了。实际上是，应该是输一目半，按照常理来说，应该是盘八，也就哎，是输直一目半，白的赠应他，该是输1/4子，哎，对，但是呢，他。后面他就乱下是了一下，对他就反正是输了嘛，所以他就中盘负了。最后的结局就是米玉婷是中盘胜，deep 增购。那么从这盘棋内容来说，后面我觉得白棋的官子收好了，完全可能赢。他这些白亏一目，然后上面这一带还有待商榷，到底应该怎么那走？个也明显有亏，确实是吧？是这样，官子看来并不那个什么，没错，并不强，好。那我们的讲解呢，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好，再见。